Ada lagi besar dia dah. Ada dekat luar 5 tahun. Okay, kan最大隻的恐龍時代。欸，我推過去你後吧。欸，我不記得有這樣大力咧。是這樣大力的。快跑快來。那個東西飛出來，看起來。恭喜發財，我永垂不敗，像奧地利克頭三百，信念永不更。给我夺命十字架！这样！我操！欢迎来到大三元！谁还没有看到大三元的吗？还没有看到大三元可以去看一下啊！今天呢，我们要把大三元的节目做到更什么？更完美！要把大三元的惩罚做到更刺激、淋漓尽致。对，因为它变得越来越厉害，浓缩再浓缩，敌人搞在敌人。因为有很多人讲我们大三元最后的惩罚哦，这个大三元。根本都不像惩罚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改换我们惩罚的那个环节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去一个鳄鱼场，之后大三元玩了游戏过后的那个惩罚哦，都是要比较够力的。那你会给我下车？可以，想办法下车。我给你十秒钟。几秒？还要给我 gangster 吗？还要吗？还要 gangster 吗？哇！你是要安怎？想办法给排见。你这款叫排见？你这款叫猪，你知无？辣菜妹，辣菜妹，哦！他不懂会大便吗？他们现在喂鳄鱼了，你还一叫他们来，你看。哇哦！哇哦！来。下一个阿春，我丢你下去。我丢你下去。哇，很爽哎！看到那个鳄鱼这样多只，我决定要养鳄鱼啊。这只是几岁？这只你手上算它去年了。来，你只是不要拧它，这样子打开，很好抱，这只超好抱。把尾巴抓到上面吗？怎么了？才美呀！来，阿春跟他 kiss 一下。可以呀、啊。你看，看，可以，可以。怎样有这种勇气，可以去这样子抱一个鳄鱼？哎，很给力，真的很给力。我不懂啊。放。咦。来，阿春过来 ，kiss 他一轮。OK， 摸他背后一下，看一下你 kiss 他。kiss 我摸背后，特别是怎么会死？哎呀，我真的没有看过这样捞男的。小 baby 啊，小 baby 啊，他还看不到的没？哦，还是看不到的。要几久哦？他一个月看到一点点。安迪，哎，我瘦。安迪，看一下，有瘦吗？辣吗？辣吗？你现在是辣吗？怎么他好像没有长大这样的感觉呢？男女没有哦。送礼物我们。消毒消毒。哦，消毒，消毒消完它了。哎，这东西要有雄伟一点的，消完它，消完它。哇，你喷到我的嘴巴里面了。我觉得我戴这个眼镜很漂亮。为什么你的头发越来越棒了呢？来了。呀，我一巴给你！谁你的小心肝？你来，这个就靠背。哎，你头发跟他衣服一样。哎，我指甲断了。还要吗？还要给我怪你吗？以后你还要给我怪你吗？还要给我怪你吗？还要没有？还要没有给我怪你？很爽啊！怎么还用傻爬傻爬这样？你还傻爬点？傻爬傻爬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踢人恰以后的网红。现在就可以 follow 他的 Instagram， 我放在这边。他的样子有一点傻巴傻巴这样子，但是
但是因为他妈妈傻趴傻趴，你看。我哪有傻趴？以前一个摇头妹。什么摇头妹？你摇头妹？吸毒啊你！吸毒？你。人，这个狗狗哈、哦，不要看太多，懂吗？以后哦，你会变到跟他一样，看到吗？走开！我看这个小孩子哦，一看就知道他以后是排练。拿一只眼给他抽看。他以前哦会跟我一起玩的，他现在是他的孩子哦，他不可以这样子玩了，别人的孩子就会这样玩了啊。之前我这样，如果我这样讲，拿一只眼给他抽看，他那个眼已经到这边了。我带他推远远，推快快啊！一二三啊！一，你看那个，我不行，你敢推推？打快就可以了。哎，我推过去，你后吧。不要啦！你觉得我敢吗？干你哪不？就是洗衣美怪了，该是我有锁在家里，等他一睡才给他放出来，因为我作孽太深了，我什么满月蛋糕什么我都不会做。阿布兰教，阿布兰教撸猫，新尼吉呢没有撸猫到，撸邦嘎啦。我们是大三爷。安浩，阿宝，安宝，可以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安浩可以可以进来了，可以进来了。Hello， 阿布兰。喂，还在睡觉啊？起来了哎、欸！几点了？睡觉睡你妹呀、啊！来咧，我找你拍东西咧。拍什么？来拍东西啊！你来就懂了。不要不要不要！等下你又叫我走远远。你来啦，快点来！先讲有生命危险的吗？你来啦！对我们来讲，生命危险这种东西是艺术来噶。你来啦。OK 啦 OK 啦。伟杰，你要跑嘞！这个只是小力了，现在我们要这样。哎，我不记得有这样大力嘞，是有这样大力的。你要紧张，我只这个吧，这个很够力的耶 ，bro， 很够力，真的很够力的。这个我不懂它会飞起来，这可是是在这边啊，我们全部给它丢进去。这样子，对。它会整个爆咩？警察来的时候讲吧。警察来讲放炮了，有错咩？现在放炮啥啦？后面有啥人？好像是有啊，不过不要紧啊。Steve 不要走嘞，我这个没有的 Zoom， 所以你不可以走啊。这里里面有几只？你要放完了。四六七八粒。我是可以啊，可是哦，我一定会躲到手里面去、啊。只有你点吗？所以 Steve 陪我了。呀，谁的 content？ 你的 content？ 这是我的 content。点啊。没有，我的 content 可是要你来，要不然我叫你来的嘛。我来不是要来给你一拍，是来点那个。好了，真的没？我们的兄弟就到这里了。这样就我们放两粒就好了。好，我先走先。雷罗，走先。啊，该宅啦。走先。哈哈哈哈哈。要跑快的啊。OK。可以了，你可以去远一点先。可以。不可以不可以，我们不可以这样走掉，我们要去看一下。空掉，这集出去不中屌，我投给你。哎，我不懂他一张刀的。其实我是，你知道了，大概懂。你跟他做工就已经犯法了、啊。我问你，你做这个东西是什么实验呢？这有意义了吗？有一点意义啊。有一点的呀。一点的。我们包中屌哎，这个。你伯哥送钱的时候，你没有叫我中屌，你叫你来。中屌才要叫你来。谁敢的？还谁敢啊？他脸大的把我折下来。你们要屌他了。哎、欸。啊、下次不要再来找我拍这种啊！这样啦，叫你拍一点东西，在靠北靠步。不叫你又在那靠北靠步。哎呀，对，你对，不过还是不要叫啊。